后，这个见到船上的官兵，询问了一下，而且参观了一下他们的一个住宿条件，非常好。这个我还问了一下，我说这个床好像是比以前能稍宽一些吧。百年军港旅顺举办舰艇开放日活动，在直观感受啊舰艇颜值站立的同时，我们还通过海洋、海权、海军主题文化展，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人民海军的强大和自信，让人民心中充满自豪感和安全感。开放活动中，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我们的舰艇的装备设备及一些发展建设，我们都对它一一进行讲解，增进了我们军民的鱼水情。